4点钟，每到了礼拜六礼拜天，记者总是想征求女性的朋友出来喝个咖啡，吃个美食，聊聊天啊。这个本人呢，虽然身体残障了，但是脑袋呢都很清醒啊，也不需要你帮忙，是我可以帮你，可以帮助你赚钱啊，帮助你创业啊。我这个叫做投资啊，我是投资在台湾539身上的，或者你有别的其他的生意呢，都可以跟我讲。我也可以投资你啊，这个欢迎你打电话到我的那0679-040492啊，找烟色找，这也是我的那。